基准法它是这个劳动条件的最核心的那个要素呢，就是工资跟工时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工时制度的这个修法，我们认为它修二哈，原因是在于说它这里面的几个关键条文，它轻易的透过所谓的劳资会议的机制，那居然可以去改变了原先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举例来讲，我们的基本工资。 既然已经明定了一个数额，难道可以说劳资双方呢，透过劳资会议就把这个基本工资从现在的21009降为10008吗？这是不可以的。那前阵子呢，我们到了18所高中去哦，去做这个劳基法的这个修法的宣讲哦，我真的感受很深哦，因为我到了苗栗的院里高中啊，其实啊，这些高中生啊，他们是知道。 现在的这一个修法对他们将来要进入社会就业的影响呢是很大。他们认为说啊，如果现在啊再这样子修下去啊，不只是现在的低薪的问题啊，以后他们的过劳啊也许是他们都会遇到的。所以啊，劳基法的本质啊，我觉得现在的民进党完全是在鱼目混珠啊，哦，这个完全是颠倒是非。尤其阮南部。 你当初你所开的劳动政策要减工时，要提升工资，你对一项做够？没有。欺骗所有劳工的票，过来，你蔡政府上任了，你做功德，做所有的功德，拢给资本家，拢给资本家。 结果，大清点，你竟然叫所有的劳工爱做空点，所有的劳工，像南部的劳工，你讲南部的劳工爱加班，因为南部的劳工薪水伤低，伊无法度有基本的生活，含基本的生活，无家庭生活，所以轮眠轮日爱加班，靠倒应付。 基本的家庭，长期伫南部坐坐支持你民进党上台的劳工，即马拢开始起灭。教育部推出22K实习方案之后，今年的起薪就从来没有再往上爬过，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再加上我们的基本薪资其实已经停滞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我们好不容易这一两年开始有慢慢的调整，但是完全跟不上我们的薪资的涨幅，完全跟不上我们物价的涨幅。所以其实不论是青年劳工或者是整体的劳工，实质上的可支配所得是在倒退的。其实根据一些求职网的他们的统计，其实年轻人学生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打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家庭没有办法 帮助他们去支付他们的学费、他们的杂费、他们的生活费，所以他们必须要自己去打工。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即使到毕业之后，他们还有年轻人还有学贷。
那再加上就是实际上毕业之后第一份的工作，或者是接下来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劳动条件都非常非常的差。我们劳动部自己的数据统计吼，去年75%的年轻人，15到29岁，他们的薪资没有超过3万块钱。没有超过3万块钱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光是维持自己的生活在都市里面打拼，他们就已经没有办法生存，更不要想说他们还要花钱，还要再支付一部分的所得去奉养他们的父母。我们台湾的工会组织率非常非常的低，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劳动条件去跟资方做谈判。今天劳基法修了，它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事项全部都交由劳资会议协商来去处理。请问你今天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你刚出社会，你的第一份工作，老板告诉你全部是用基本薪资，没有加班费，你觉得你有这个条件去跟你的老板谈判吗？这个国家民进党政府他们要给青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想已经很清楚了，那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们就是明天街头见。昨天行政院特别开记者会讲七休一跟轮班间隔，他认为这两条是我们劳工误解了，是我们没有搞懂行政院跟我们搞不懂劳动法令。对不起，我们在座非常多人都是劳资争议的调解人，跟劳基法打交道至少30年以上。昨天行政院多胡扯，所谓的轮班间隔只适用于轮班制劳工，对，我们知道，只有你徐国勇不知道，是给轮班间隔在轮班的时候班次转换那一次使用的，没有错。但是绝对不是像徐邦人讲的，现在台湾劳工是每周轮班一次，请你看一下，是有人白班、中班、大夜三班轮的。你看一下护理业的班表，请你看一下，是有人轮班制，天天在换班次的，经劳工同意就可以换。那各位想想看，换班次的时候本来生理时钟就已经够混乱了，换班次的时候注意力就有可能不集中了，你还缩减他的轮班间隔，难道他换班次的那个时间点他精神会特别好，体力会特别佳吗？他一个礼拜会有一次特别有精神吗？未来的例假审查机制，我们大坦白话讲，劳动部你这一次就是被赖清德压着打，是赖清德一字一句帮你把法条写出来的。你认为未来我们还敢相信劳动部帮我们劳工把关吗？大家的愤怒反弹已经说明这么样的清楚，行政院昨天还要睁眼说瞎话，这根本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国王的新衣嘛。明天我们请所有的劳动者，不管你有没有工会，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受到伤害，因为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有劳动者的问题，对不对？对。反对。